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号称日本最危险的男人的工藤会的四代目头目兼总裁野村雾。在日本呢，这工藤会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跟山口组抗衡的帮会，成立在二战之前。最开始呢，创始人叫工藤玄治，是个赌徒，在福冈县的小仓市。 也就是现在的北九州市办了个赌场，后来买卖越来越大，就放高利贷、贩毒、敲诈勒索。一九八八年的时候，野村务就已经是臭名昭著了。谁最恨他呀？做买卖的。他给规定了，比如说建筑公司吧，你每成交一单业务，都要给我上交百分之一到五的保护费，哎，交给工藤会。 不交，那你就准备呵呵吧。曾经有一家夜总会不服，叶村屋非常不高兴，让小弟呀、啊、赶晚上夜总会里人多的时候，直接往里边扔手榴弹，当场就炸死十二个人。后来呢，他又盯上了渔业，想从人家那块收保护费，勒索点钱。人上大海上去打鱼去，用你保护吗？ 保不保护你得交我钱。北九州前渔业协会的会长跟他商量了好几回，这渔民不容易，能有几个钱？我们少给点。既然你张嘴了，我们肯定得给。商量了好几回也没能让野村物满意，他拔出枪来，当场就把这渔业协会的会长给枪毙了。不光是欺负老百姓，他连警察都不怕。 隔三差五的就带着小弟们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聚集示威。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有一回呢，野村收到了之前一个工藤会成员发过来的一份录音文件，这里边呢是福冈县的一个警察对工藤会的谴责，就没说他们好话，但是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人给录下来的，不是就直接为了寄给工藤会。 野村雾勃然大怒：“反了，反了，反了！什么世道？警察敢骂黑社会？派小弟出去，给我找这个警察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警察才多少人呢？都是有名有姓，在明面上的。很快就找到了。野村雾派人两枪崩掉了他的左脚。” 二零一三年的时候，他去医院呢做某个不可描述部位的增大手术，还有脱毛手术。做完之后，跟想象的有一定差距，他就指着护士开始骂：“这主要你照顾的不好，你不细心，之前你也没好好听我说。”这护士低头听着呗，反正那你骂完气儿出了也就拉倒了。可是没成想，几天之后，大街上走着。 就被人从背后下了黑手了，不是要打他，是要他的命，每一下都奔着要命来的。还得说这女护士命大，头上受了非常严重的伤，但是没死。第二年，二零一四年，野村雾又闹上牙了，上医院看的时候啊，又说人牙医看的不好，派人扑扑扑。 给大夫这一顿捅，他还干过更大的事儿，曾经派手底下的人袭击了中国领事馆，还向安倍晋三的私人住宅里扔过燃烧弹。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疯子，而且打小就有苗头。他爹是福冈小仓市的大地主。 把大量的土地卖给人家建工厂、建宿舍，挣了不少钱。当年呢，工藤会本部包括附近的土地也都是他爸爸的。野村悟，标准的富二代，横着金钥匙出生的，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直是娇生惯养。但这孩子从小就不干正经事儿，十多岁的时候。 别的孩子上学、参加兴趣社，他干嘛呢？赌场，哎，跑那儿去玩耍去了，还不是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带着一帮小弟，大摇大摆的走进去。有钱呢，有钱就有人跟着他混。随后自己选择退学，加入了工藤会旗下最大的分支田中组，什么缺德事儿都干过。他还跟人家说做坏事。 不需要理由。田中组当时的头目叫木村清纯，您听这名还清纯，他就觉着野村雾啊，这孩子别看小，敢打敢拼，而且有脑子，特别看重他。不同于其他的黑帮成员，这木村清纯呢，还是东京一个大学毕业的，穿衣举止方面特别像个知识分子。 他就觉得野村悟这孩子骨骼清奇，天天拉着他教他怎么赌博，还有如何识破别人出老千。没过多长时间，出师了的野村悟进入到田中组开设的赌场工作，他自己呀、啊、也经常在里边下注。您说他赢自己买卖的钱，那组长能同意吗？高兴吗？他赢什么呀？输了好多好多。 最后呢，还偷着卖过家里的地。赌博没学会，拉了不少的亏空，家里给的钱也不够他造的，怎么办呢？偷啊！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因为偷车被关进了少年看守所，连毕业典礼都没赶上。很多的黑帮成员呢，都是生活所迫，加入黑社会混口饭吃。 但人这富二代不一样，喜欢纯属是兴趣爱好，自己带着资源加入组织。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野村雾协助黑帮在福冈县小仓北区的繁华街区中开设赌场，每天晚上呢，都召集一大帮黑帮成员在这儿吃喝嫖赌。一九八零年的时候。 田中组的会长田中慎太郎被仇家给杀死了，野村雾啊就想借这个机会上位，先是花钱收买人心，让大家伙都支持他，之后找各种借口撵走了能跟他竞争会长的其他人选。一番操作之后，他成功的当上了田中组的会长，之后胆子越来越大。 不光是又开了几家赌场，还把自己家改成了私人赌场。这招高啊！专门接待那些不方便出入普通赌场的金融家、地产商，还有政客们。在他的赌场里，最疯狂的项目是扔骰子，但这个一晚上他就能挣两亿日元。那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四十岁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田中组的第三代组长，同时成为了工藤会的执参。工藤会，咱们说了，这是田中组的上级主管部门。哎，他开始在上边冒头了。没过多长时间，父母全都去世了，他又从家里边继承了七亿日元的遗产，钱越来越多，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他这野心也是越来越大，干什么呢？还是得搞赌博，不停的到处开赌场。谁都知道这买卖挣钱，又不是你一家黑社会，不管名声再大，都会有人来挑战。九十年代初那几年，因为赌场，他制造了五起枪击案。工藤会这么肆无忌惮的折腾。 警察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小仓北的警察署逮捕了包括野村在内的工藤会的一批头目，但是最后呢，都是交点钱又都放出来了。这回出来，野村就开始琢磨了。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黑帮老大，不能光指着赌场这一棵树上吊死，咱们以后得多种经营。警察都把赌场盯死了，咱们可以。 放放高利贷呀！我们家大地主卖地出身，咱们玩玩房地产。另外，贩毒、组织卖淫，这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运营当中来。二零零零年的时候，工藤会第三代组长沟下秀男把野村物选为了自己的接班人。八年之后，沟下秀男去世，野村物正式成为第四代组长。 二零一一年的时候，成为了总裁。在他的带领之下，工藤会的暴力特征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这野村物本来就跟疯子似的，这回成为组长了，开始买武器，手枪这都甭说了，自动步枪、物资冲锋枪、火箭筒、手榴弹。 后来，警方搜查他们武器库的时候，都吓一跳。幸亏他没跟谁开战。和日本的三大黑帮——山口组、筑集会、道川会相比，这工藤会呀、啊，论历史没人悠久，论组织规模没有人家庞大，论名声那更是跟人没法比了。二零二零年底的时候，工藤会只保留下来二百七十个人。 但这全是经过严格筛选之后的好战分子，都是跟野村雾那种的暴力成性的精神病。你多看他一眼，拽出武士刀来，哇啦哇啦就冲上来砍你，全是这样人。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小而精的组织。要是论这暴力程度，还真不输其他的帮派。野村雾和工藤会之所以能够屡屡逃脱警方的制裁。 首先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全世界唯一承认黑社会合法的国家，只要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别出格就没事所以这么多年来，工藤会一直都在打擦边球。再一个，野村娶了个好老婆，帮他在政界撑起了一顶保护伞，他老婆。 是日本政治家松本龙老婆的干姐姐，松本龙是哪一位呢？是日本前首相、兼职人内阁集团的环境大臣和重建对策大臣，在日本民主党里，那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要不然为什么他会枪击中国领事馆，往安倍晋三的私人住宅里边扔燃烧弹呢？ 他是一个黑社会，你干这事儿干什么？中国再发展中国家，那也不是一个帮派能惹的吧？这都是后边有政治力量推动，他是给人家干脏活的。各位都看过《古惑仔》，里边哪位老大说过，这黑社会呀、啊，就是政治家们的夜壶。半夜起来急着用的时候，这可是一个宝贝；白天再看呢、啊，怎么看怎么脏，还味儿，恨不得把它给扔了。 工藤会的野村雾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后来仗着有后台，太狂妄了，就好像说这夜壶啊，有点跑冒滴漏，没法用了，拉拉的哪儿都是。上边一琢磨，扔了吧，换个新的。他能一直逃脱打击的另一个原因，跟日本的刑罚制度也有关系。 日本呢很少判死刑，非常的谨慎。国家法务大臣在执行命令之前，都会严格依据1968年永山泽夫连续杀人事件之后的永山原则来考虑。简单的说，是得考虑九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判断这人能不能执行死刑。这当中有一条呢，就是关于遇害人数的，得是。 两人以上杀一个都不判死刑。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工藤会的好日子到头了。日本呢、啊、要全力的准备东京奥运会，扫黑除恶那是头等大事。二零一二年，工藤会被认定为特定危险指定暴力团体，野村雾和很多的成员被列入到了黑名单里。 他们不能开银行账户，没办法使用信用卡，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租房。加入这种团体的人，您就算是上午加入，下午退出，都得等五年之后才能从黑名单上被移除。同时呢，为了严打收取保护费的这种不法行为，警视厅鼓励当地的居民主动投诉。开始，这些商户还琢磨。 给黑社会交保护费，这是我们日本商人的优良传统啊！怎么还让我们举报？举报完了你们不管，我们这买卖还干不干了？但是警方给他们保证，这回我们玩的是真的。要不你举报一试试？就有那胆儿大的去了，结果警方还真管事儿，办的还挺漂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警方合作。二零一四年。 日本警方正式对工藤会进行围剿，先从领导层削弱帮派的实力。九月十一号这天，你看这日子九幺幺，这一天呢，警方把野村务还有十几名工藤会的头目全都给带走了。当时媒体报道说，警方召集了近百名警力，在当天突袭野村务的豪宅，在门口还和工藤会的成员对峙了很长时间。 但是最后，这些人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为了防止工藤会成员报复，警方又从日本各地抽调了三千八百名警察，成立了调查总部，哎，全力应对工藤会。同时，美国财政部也宣布对野村务和工藤会的另一位头目进行经济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私人财产。 并且禁止美国人跟他们进行交易。在多重打击之下，工藤会一蹶不振。二零一九年宣布正式解散。当然，解散是解散。二零二零年的时候还留下两三百人呢，这就是他们革命的小火苗，不一定什么时候起个新名字又出道了。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四号。 福冈地方法院宣读了对工藤会两名头目的判决：第一大头目野村悟死刑，第二大头目兼会长田上不美夫被判处无期徒刑。主审法官说，野村悟参与了四起市民袭击事件，并且对犯罪行为进行了指挥和命令。 野村雾不服啊，那股狂劲儿还没灭下去呢，指着这审判长大声的喊：“你会后悔一辈子！”意思呢，我后边有人，你别等我出去。你判是判了，我能出去。审判长心里也明白，我能判你死刑，你就出不去了。你主子已经不要你了，弃之如敝履。另外一个，他赶的不是时候。 日本当时的法务大臣是上川洋子，他是二零二零年九月又出任了菅义伟内阁的法务大臣，这是他第三回担任这个职务了。上川洋子是日本呢八零年代之后批准死刑执行命令最多的法务大臣，最出名的批准令是二零一八年七月批准执行东京地铁站。 沙林毒气事件的主谋麻原彰晃和其他十二个奥姆真理教核心骨干的死刑，这些人呢确实不是东西。以后找机会咱们单说一起。野村务赶上这么一位法务大臣，那真是一点火儿都没有了。他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黑帮老大。 这几天给大家讲的基本都是发生在京城的案件，今天依然由公安作家丁一鹤老师带来的发生在北京王府井的一起血案。下面我就开始讲述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恐怖主义犯罪分子艾旭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 三十二岁的艾旭强来自河南的农村，他家是住在河南信阳蓝店乡蓝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蓝桥村地处偏远落后的山区，全村一共大概能有两千多人口，但是这里面有六百多人在外省务工，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北京谋生。 艾旭强一家住在早年间盖的两间瓦房里，全家只是靠着种地生活。艾旭强家一共有四亩地，其中有两亩是水稻田，还有两亩是旱田地。艾旭强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一共六个人。小时候，艾旭强曾经被自己的弟弟把一只眼睛弄伤，以后最后导致失明。 成年以后，他曾经拥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五年前，也就是在2001年的前后，婚姻失败以后的艾旭强离开了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田就由他们年过六旬的父母在家耕种。艾旭强来到了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 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之中。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主要就是以河南人为主。在这汹涌的打工大军之中，艾旭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在这个与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人。 主要是靠买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着服务员。艾旭强五年前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一个出租屋里。 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费用是一百五十元。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旭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和嫂子帮忙支付。艾旭强到奶西村五年的期间里，早期曾经做过买卖废品的营生，他生活的转机。 就是从二零零四年的年底开始，当时村里的几家沙场都需要铲车司机。艾旭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沙场工作。这段时期无疑是艾旭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 靠捡收废品，一个月能赚到一千块钱左右，那就算好的了。但是学会了开铲车之后，因为爱旭强有了手艺，每个月就能挣到三千多块钱。这在同乡面前，俨然就是一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也再没让哥哥嫂子帮忙垫付过。 开上铲车之后，艾旭强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来看。在此期间，艾旭强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艾旭强才会变得很不快，目光就变得很低沉。他曾经多次的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过死。 但是在开铲车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非常糟糕，因为沙场严重污染了环境，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沙场不得不停工，而且艾旭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发放。从那个时候起，艾旭强的情绪就开始变得很坏。 有时候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也不说，闷在那里，经常是好几个小时。艾旭强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他说：“啊，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然经过多方的反映，仍然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了信任，他才决定要报复社会。”他说：“啊，我找过劳动局记者。” 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是都没有打通。而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说，北京市某区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曾经接待过艾旭强的举报，后来艾旭强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七百零三元的工资，但是只解决了很少的一部分。 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艾旭强确实曾经被拖欠过工资。根据艾旭强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二零零五年八月以后，艾旭强整天的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把遗书给撕碎了。事发以后，他的家属把遗书的残片交给了警方。 遗书上面还可以隐约的看到残留的字迹，上面写着：“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烈的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是在这个文中，刘霞应该是艾旭强离异的前妻。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说，艾旭强离婚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为了能够准确的还原艾旭强杀人前的生活轨迹，在讲艾旭强的过程中，不想加入更多的个人色彩的描述。咱们没有办法知道艾旭强内心的痛苦，但是据有关的媒体报道，艾旭强是因为功能不健全而离异。 尽管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是一个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的男人，一个从乡下进城靠收捡废品谋生的单身男人，一个好不容易学了手艺又惨遭下岗的男人，一个付出艰辛劳动却拿不回血汗钱的男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而精神长期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里的男人，一个时时处处被歧视的河南人。 他复杂的心态，我们应该怎么去体会？在信阳蓝桥村，艾旭强是个乡村的主人，但是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回到他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会强大无比。 这种两极心态是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一种冲撞。如果是仅仅如此，这个艾旭强，咱们倒是可以报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于是这个艾旭强就蓄意报复，制造了“爱是九幺幺”的这个个人恐怖主义。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之后，二零零五年的九月十一日，艾旭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了艾旭强报复黑心富人的一个战场。九月十一日，这个让世界所有人都会产生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艾旭强选定。 而地点也是艾旭强刻意选定的。几年前，艾旭强的另外一个河南老乡，在离王府井不远的天安门广场，同样制造了一起令世人震惊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啊。而令艾旭强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来那是荒唐可笑，起码。 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艾旭强说：“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的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我不想对艾旭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进行再次的渲染。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较为冷静的技术。起诉书中记载，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一日十点左右，艾旭强骗乘了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到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的时候，艾旭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了李文发的头部。 并且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他的胸部，劫得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后来，艾旭强驾驶这辆车沿着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的冲入步行人群，先后把九名行人撞倒，其中五十三岁的陈某、十九岁的杨某被撞身亡，六人被撞伤。出租车驾驶员李文发。 也因为被刺伤了胸部以及上肢，导致死亡。艾旭强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的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旭强没有办法控制出租车。艾旭强说：“我想象着能控制，但是车子发动了就不听使唤了。这比铲车要快的很多，嗖的一声就窜了出去。” 想控制也控制不了了，最终出租车撞在了一个路灯杆下，才停了下来。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艾旭强制造了三死九伤的王府井血案。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此时的艾旭强才突然的感到特别的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车停了以后，他在车上找到了那把刀，那是他准备撞人以后自杀用的，但是没有找到。这些是艾旭强主动交代的。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旭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他边跑边从旁边工地上捡起了一个扳手，握在了手中，一路的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 边冲边砸东西。紧随艾旭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三名警察。疯狂的艾旭强看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就砸了下来。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艾旭强的胳膊，回手反击，把艾旭强打倒在地。艾旭强滚下楼梯以后，还没等起身就被另一位警察。 给摁倒在地，艾旭强被迅速的带离了现场，只留下了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旭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旭强被捕以后。 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就在全国各大媒体开始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旭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到了一边，艾旭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了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 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还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艾旭强被大众无意识的给误读了，艾旭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没有一技之长、蓄意的制造了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旭强，肯定是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 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很显然，曾经乡村的主人艾旭强进城以后，变成了都市的边缘人。咱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利。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 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的时候，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旭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是欺负过他的人，咱们可能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是证明这个人是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是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自从老欧开始讲大案以来，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讲过几百起的刑事案件，讲的最多的就是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分子。 虽然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的原因，但是对于这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艾旭强，我真是找不到任何一点儿能够可怜他的蛛丝马迹。艾旭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了残害无辜的刽子手。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 他已经和野兽无异。之前对任何的死刑犯也没有做过如此恶劣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个艾旭强，我实在是不能不这样说，不然就对不起那三名无辜的在天之灵，也对不起已经伤残的六位受伤者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尽管艾旭强年迈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会因为痛失亲人而悲伤。 但是那不是艾旭强亲人的错，而是艾旭强自身的错。在艾旭强制造了血案之后，他所有的亲人都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他的父母也已经离开了居住多年的蓝桥村，不知去向。也许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躲避可能因为艾旭强带来的债务，而是为了有这样一个亲人而感到耻辱吧。 案发以后，对于这起不可思议的惨案，警方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尽管艾旭强所犯的罪行不可饶恕，但是为了保证艾旭强的权利不被侵害，警方为艾旭强做了司法精神鉴定，结论认为艾旭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艾旭强供认不讳。很快的，警方就把这起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很快又把这起案件公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艾旭强出庭受审。 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艾旭强犯有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开庭之前，被害的的哥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默默的走进了法庭。他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发黄的结婚证。他说：“我们都结婚快二十年了。”刘荣霞声音哽咽，接着说：“啊。” 我今天就是来问问他，为什么要扎死我丈夫？我们跟他无冤无仇。刘荣霞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地落在了结婚证的照片上。艾旭强有六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在北京。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他们，但是从开庭到宣判，艾旭强的亲属一直没有露面。 艾旭强被带进法庭，他个子不高，目光冰冷，身形甚至有些瘦弱。面对着记者的镜头，艾旭强是面不改色，哪边的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他就把目光转向哪边。当法官对艾旭强讲明了为他指派了律师以后，艾旭强大声地说：“我要自己为自己辩护。”根据艾旭强自己的供述。 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后来又和妻子离了婚，艾旭强就来到了北京打工。两千年到北京以后，一直做农民工，开铲车。他说：“啊，我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旭强在法庭上一直是声音洪亮的说着，而公诉人和艾旭强在法庭上的对话。 引发了旁听席上的唏嘘不已。公诉人问：“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艾旭强说：“因为我想报复社会，我想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城里十个人里边就有九个都是黑心的。”公诉人又问：“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在王府井步行街？”艾旭强回答说：“因为我觉得。” 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那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公诉人接着问：“你想致富吗？”艾旭强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想。”公诉人紧接着又问：“那你有致富的技能吗？”艾旭强说：“没有，我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问：“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艾旭强说：“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就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公诉人说：“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艾旭强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说：“对这件事，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其实我就想把他砸晕。” 可是他反抗，他过来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杀自己的刀把他给扎死了。尽管艾旭强说他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但他又报复了什么呢？报复了谁？现在让咱们看看被艾旭强杀死和撞伤的两个所谓的富人吧。艾旭强在法庭上面对着这些跟他远无怨、近无仇的富人和他的亲属。 依然是报以冷漠和嘲笑。在法庭的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就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李文发家是住在顺义的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李文发的弟弟腿部有残疾，弟媳妇也已经下岗。几年前。 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开车，成为了一名的哥。他每天都不休息，都是早上出去，很晚才回来。刘荣霞说：“啊，自己没有工作，就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还有一个上小学。李文发七十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还捡破烂，每个月也就能卖四五十元钱。” 刘荣霞还记得，就在案发那天早上八点多，她送李文发出门的时候，自己依然是叮嘱丈夫在路上一定要小心。然而晚上却等来了丈夫的死讯。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田长元依然是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落下残疾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一个司机。 他被艾旭强撞成了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了自己近期拍的犀利片，告诉记者：“钢板还在里面。现在单位不景气，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他已经没办法开车，这今后的生活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案发的那一天，田昌元是去王府井办事他就像平常一样走在街上。 忽然，他就感到了一阵猛烈的撞击。当田长元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了病床上，除了小腿骨折，头部也被撞伤淤血。他说：“啊，现在光医疗费就花了五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田长元摸着头上一块块伤疤说：“啊，因为交不了医疗费，药都给停了。”田长元的姐姐在一旁补充着。 田长源呢，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姐姐。几个月不上班，田长源几乎是断了生活的来源。他说：“啊，我的单位工作效益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下地上班赚钱，更是指望不上了。”说完，田长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艾旭强伤害的其他人也多数是穷人，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无辜者。 所以，艾旭强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艾旭强把自己的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了是为河南人出气，甚至是说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河南人的亵渎和侮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就是被艾旭强这样一些操着河南口音却做出了让所有人不耻行为的人给败坏的。艾旭强之于河南人的关系，就像是一锅汤浮出了一粒老鼠屎。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的上午，艾旭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法院认为，艾旭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后果都是特别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均应惩处并合并处罚。法院就因此以抢劫罪判处艾旭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了个人全部财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外，艾旭强还被判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二十三万元。 赔偿另一个死者家属经济损失一共四十多万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三十七万多元，赔偿受伤的裘某两万多元，共计一百零二万元。当时在法庭上，艾旭强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外套着红色的号服，他的双手包在了背心里面，面无表情的被带上了法庭。 面对着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旭强是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旭强的犯罪事实的时候，旁听的田长元愤怒地瞪着艾旭强，刘荣霞眼睛也是红红的，死死地盯住了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旭强的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 听见赔偿家属一百多万元，艾旭强竟然冷笑了一下。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旭强在宣判以后并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都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处死刑，都说他死了拿什么赔偿我们？几乎是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旭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说啊，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就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二十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了，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一百万、赔一千万，那又有什么用？”刘荣霞哽咽着。 手里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来要卖掉艾旭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宣判结束以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 艾旭强有什么可以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一百多万元很可能是执行不了了，只能是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确，即便是艾旭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是无法赔偿。 因为艾旭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一百多万元的时候，艾旭强的脸上竟然露出了冷笑。宣判结束以后，艾旭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这让人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旭强为什么会犯罪。 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这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旭强，但是艾旭强却可以是随意的滥杀无辜。 甚至可以对无辜的受害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旭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是临死前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为什么他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的时候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三千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 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定了所有人都是在亏欠着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旭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 个人的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的放大来掩盖艾旭强的心理变态。至于艾旭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是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的认可的仇富心理，这只不过是艾旭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旭强的这种犯罪的动因。 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的缺陷。咱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于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你无论摆出任何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咱们在表达自己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的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咱们并不否认社会上会有一些不公的地方，而且咱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是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那些滥杀无辜、道德沦丧的犯罪者，这并不适用。作为个个体来说， 无论社会制度如何的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该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旭强滥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旭强自身。艾旭强是弱势群体。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按理说啊，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于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咱们不应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 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了我阵阵的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一点同情。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和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旭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微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 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是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这就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啊、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是一钱不值。 如果说艾旭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在所有的发言声中，有谁真正追寻过这起血案的社会和个人根源？有谁去关心过艾旭强的生活？有谁去探寻过他的人生和心灵的轨迹？显然，这一切都没有。